可以了是吧？Let's rehearse that now. Yeah. 大家好，今天是2月26日，星期六。看我今天穿成这个样子，那肯定知道我不是去冲浪啊。那今天是去拍戏。这个周六周日还有下个礼拜的周六周日都是这个戏，要拍4天，是一个 USC 的学生片。那很巧的就是又是很多车系的，几乎全部都是车系。那最近我拍的片子里面呢有3个都是有在车里面的戏，而且是在那个 stage 棚里面拍的，就是假装在开车。那背景的话有投影或者是 LED 的屏，来做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车里面的戏还比较多嘛，很多对话，所以的话就是不可能在车上开着车来拍，包括灯光也不好做。所以的话就很多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的那些开车的戏其实都是在棚里面拍的，就是都是假的，都是在那个 stage 上面拍的。但是就是当然可以拍得非常真，非常的真实，就是那就要这个把背景做好，那个背景的 footage 要非常的好，符合你这个灯光啊，符合你这个当时的情况，然后车也要，因为你环境是真实的灯光光线，那你车上就要根据这个环境来打光，打得好，包括每个角度这种，不要让别人挑出那种叫穿帮的地方，那就会拍得很真实。这3个片子呢拍的都还不错，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片段。OK， 那我们先聊到这，然后到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在拍摄现场的一些情况也给大家看一看。All right, Harley, whenever you're ready, I'm going to set your love. Okay. 可以了是吧？我再给你改一次。你要不要叫导演看，还是要叫？我再给你弄一下，一会儿。走。OK， 王涛。王涛。你还是。Let's rehearse it through one time, okay? With all the motion and all the projection, okay? 耳机里的，那个 Jeffrey， 耳机呢？耳机？现在要用吗？对啊。OK， 我从乐了以后，他就说，哎，我会拍这个照，然后呢，上来说一句，他一下就这个心，就一提起我爸，我这个心情就应该变了，对吧？就是，哎，对对对，但是你逗乐了之后，你马上又回想到了你爸，然后正好司机就提到你爸了，这个转场非常。哎呀，太。没有，按规定来说，应该说必须要演员先出现。在年代，饭都没得吃，更轮不上什么接班。我看看这个。No, it actually sounds kind of good. Hey, you look good on camera, man. Thank you. Thank you.
在店里看到这个人，长得你应该能认识。I did a couple things class where I have like the rig that like goes over your shoulders and it's like this thing that comes out of your stomach and oh my god. It's for the lighting to match. Actually, it's a form. Actually, nice focus.小云啊，你毕业作品都拍些什么？就是一些街拍。什么拍？就是在大街上拍照嘛，没什么。啊，我那个年代啊，连饭都吃不上，更轮不上什么街拍了。哎，你看。你看这个，我也会。你爸来看过吗？You want to see your take? Yeah. Okay. Can you play take two of the last shot? Yeah. Yeah. It should cut.